装饰着一个螃蟹在上面。那它旁边有个 boss wig， 它有两个 boss wig。对对对对对，后面旁边还有一个熊熊的 boss wig， 对。那那一台呢？那一台呢 ？Four。啊？这台旁边这台叫做 Four。对。那一台吗？对 ，Four。那前面呢？前面计程车呢 ？Toyota。Toyota 哦。Toyota 我看我也不认识。这台叫 Honda。Honda。这个 Honda 像你要吗？那前面呢？那台？这台没。没有吗？他没写吗？那 Barbie。啊。前面。那。前面那台嘞？刚才后面那个。是前面是什么？妈妈不认识那个是什么？前面是什么 ？Four， 我刚才不是问。刚刚有吗？刚刚有。这个是 B N W。右边那边那台。右下坡。右下坡。那台太远。那台太远了、哦。哎，那叫做 Mitsubishi。Mitsubishi 哦。他吗？对。Toyota 是 Toyota 的兄弟吗？都。那前面呢？计程车呢 ？Toyota。Toyota。的 Toyota。台湾最多人开什么？的 Toyota。你干嘛口技？啊，那一台呢？那一台呢？汉达，我们这台汉达像你吗？那也是汉达。汉达 CRV。汉达 CRV， 然后我们是汉达阿酷。对，汉达阿酷。阿酷跟那个有什么不同 ？CRV 是修理车，阿酷是轿车。哦。对对。哎，前面呢？那前面那个呢？爸比，美国人的车叫做什么？啊？美国人的车叫什么？美国人哦，美国人不知道啊。美国人 Ford 啊 ，Ford 是美国人的车啊。台湾人，那汉达谁开？汉达是日本人做的。哎，那个呢？那一台呢 ？Toyota。哦，是。最多人开头。最多台湾人开 Toyota 了，是哦。那前面那个呢？白色。Lexus。 哦，那边那台叫 Lexus。对。那一台？那台 Lexus。那一台？这一台什么 ？Volkswagen。那边这台叫 Volkswagen。对。然后这台叫，那边这台叫 Lexus。对。这台 Lexus 像小姨。对，没错。那前面那一台呢？Mitsubishi。哎，为什么我看不到啊？看到了。三个零。哦。那这一台呢 ？Volkswagen。Volkswagen 很多吗？为什么常看到？这一台呢 ？Toyota。最多台湾的那个牌子叫 Toyota。啊，这个发财车呢？是发财车呢？这宝贝不知道。发财车没有牌子哦。有牌子的宝贝不知道。前面那台讲过了吗？这台没，那叫做 Toyota。 我刚才不是讲很多了吗？不用再讲了。不用再讲，你不是每天都要讲很多？你最喜欢什么车？
你最喜欢什么车车？你喜欢哪一种？哪一个牌子？你喜欢哪一个牌子？你喜欢哪个牌子？苦瓜脸。苦瓜脸。那我下次买苦瓜脸车车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买苦瓜车，好不好？苦瓜车要不要？还是你喜欢？我喜欢爸比，你喜欢开 boss 一个吗？没有，爸比没有喜欢开 boss。 你爸比？爸比喜欢开什么？爸比不是有跟你讲过吗？爸比喜欢开什么？你爸比要开法拉利吗？爸比，你叫爸比开法拉利好不好？还是开法拉利的牌子叫做什么？法拉利就是法拉利啊，英文吗？英文叫做 Ferrari。Ferrari。那一台。可是有谁开 Ferrari？ 那边有台 Ferrari。有吗？那边没有啊。那个就是 Ferrari 啊。没有，你乱讲。这台叫做 Toyota。